Hello， 大家好，我是解说瓶子，欢迎收看本期的章鱼的玩具。今天啊，我们来评测一下这个由王者荣耀和良校社一起制作的这一款孙尚香大粘土。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章鱼和乐乐。来，哎呀，不要等着，我们来评测一下瓶子吧。哎呀，这个瓶子啊，好帅呀！啊，自闭了。直接来看外包的部分啊，是经典的粘土人那种透明的橱窗，接着呢侧后面是孙尚香的一些动作还有表情的预览图。这里啊跟以往的包装不同，在正面的部分还有一个防伪标志，哎，就是腾讯互娱授权的一个标志了。接着来看到本体是一个接近于 2.5 头身的一个身材比例啊，不过这个双马尾好大呀，这个双马尾几乎比人还大了。双马尾才是本体嘛，很经典的一个造型啊。腿上的过膝丝袜呢完美的展现了绝对领域，而且头上还有一个呆毛，非常可爱，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整体的颜色呢是嫩绿色加天蓝色的，再点缀一点白色的配色，金色的材质表现呢也是非常棒的。但是大家注意啊，身上的一些条纹啊印刷，尤其背后的印刷呢，其实是有一些异色的，打印并不是那么精准。它的面部表现其实是非常好的，只是衣服上的一些线条啊有一些稍微的异色，还是整体还是不错的。还行吧，毕竟只是玩个玩具嘛。之前我们家还玩一些雕像什么的，那个涂装和印刷经常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甚至有些玩具还会中奖。整体的配件呢，怎么说呢，不多也不少吧，至少比我们上次做的 EZ 的那个粘土多多了。对对对，接着看主体的可动，它的手啊有点像可动人偶了，甚至在肘部啊还多了一个可动的这个关节。我们凑近看一下，它有一个90度的可动。哇，这个挺厉害的。记得小埋吗？小埋是要替换才能做出动作。对对对。而腿部呢也能抬起到一个90度的可动性。它这个可动就和裂空是比较相似的。对，跟上次裂空差不多。接着巨大的双马尾，那你头发都可以动，甚至可以360度旋转，甚至上面的这个蝴蝶结也可以360度旋转。也是非常顺畅的，是一个小的球形关节，非常可爱。哎呦，偷偷按上，假装没发生。接着就是孙尚香标志性的武器啊，是把重弩，两侧的这个翼啊是可以展开的，其他好像就没什么可动性了。这个做工比人的部分做工还好啊，好精致哦这一块。而旧级弩炮、发射的这个炮弹啊，它也有细节，甚至、给了一个透明件，而这个特效件还可以拆。拆下来以后你就能实现更多的玩法了。我把它安上，接着呢还给了两个面部嘛，我们就要进行换头手术了。先把它拆下来，我们再把前面的这个刘海给取下。其实标准操作，对对对，都差不多了，把面颊给取下来。哇，这个面部真的很精致啊。我们换上一个红晕的傲娇脸吧。这记了，嘟嘟嘟，乌鲁塞，这种感觉。真恶心。接着再把刘海安上。好，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傲娇的脸。身体安上以后呢就替换完成了。有点紧啊，大家安的时候呢记得旋转安放，这样安全一点。再配合套件里提供的其他的支架和另外的一些手型呢，就能实现更多的动作了。可以说这款孙尚香粘土人啊已经是惟妙惟肖了，而且呢后续好像还有更多的粘土人正在来临中。目前啊王者荣耀好像是跟 3A 还跟那个蚊香眼还有这个粘土，不知道有没有跟 Figma 合作，还跟开天做了那个雕像嘛，大的那个、各种各样的产品，3A 甚至是18寸的大机甲，再加上6寸的小可动人偶，都是全面产品线铺开。据我所知道的，全职高手也是出了手办和那个粘土人，而那个守望先锋呢也是出了粘土人、 Figma 还有雕像各种各样的产品线。这些热门的动画漫画或者是游戏的 IP 啊，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把自己的 IP 的形象去交给了那些成熟的玩具生产商来进行制造嘛。对，所以是非常有经验的。对对，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呢可玩性又好，而且造型呢也漂亮可爱。但是有一个反例，就是英雄联盟。虽然英雄联盟也跟大粘土和 Figma 进行过合作，而且也出过雕像，但是少、对，但是后来他们就把自己的这个玩具周边啊收束在了自己的管控范围内，他们没有去授权别人做，而是自己做，导致了每年的产能是很低下的，而且也没有做出什么吸引人的产品，也就是说除了自己的粉丝以外几乎没有外人买，这个就有点差强人意了。那就本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好，下期再见，拜拜拜拜。